老婆老婆，今年我们一定要把家里收拾美美，等财神到，享乐兴奋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老公，这样子哦，我们就可以一整年都兴旺发了哦。嗯，那么我们赶快去大扫除，给他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。OK， 走走走。好累啊，终于打扫完毕了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等接财神的时候啦。可是哦，很奇怪嘞，每一次我们打扫完，它都 pop up 出来了，可是这一次怎么没有了？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再等等看，可能他贵人是忙啊。嗯 ，OK 咯，等一等咯。嗯。哎，老婆，财神爷再不来，我要睡觉了。啊，他不来怎样哦？哎，这样我们不是一整年都不可以hang out了？难道是我们家里不够整齐？啊！哇，看你们这样纠结，哎，跟你们讲啊，我刚才不来哦，是因为你们不够干净。财神爷，你不要吓我嘞！我们身上真的有肮脏东西？哎。有，而且哦，还很肮脏听。这样要怎么办？财神爷有什么方法救救我们？教你们三招，包你们每一天都听懂话了。怎样？这三招不只可以呢消灭你们身上99.98%的细菌，而且还可以保持皮肤水嫩呢。跟我来。第一招啊，你们刚刚做完大扫除，身上又脏又臭。一定要用 Antibac 洗澡，洗掉身上的秽物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开心心过个好年啦。哎，老公，洗下来，这样就乖啦。第二招，一定要随身携带 Antibac Sanitizer， 再多的细菌也不怕啦。哇，这样就买了几罐放在家里，亲戚朋友来可以消毒，这样就比较安心哦。最后一招，吃团圆饭前一定要用 Antibac 洗手液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饭，开心又健康。哎，阿爸阿妈今晚会来吃饭，所以老公你要记得买啊。OK OK OK。可是财神爷，就这样吗？你都还没有教我们怎样可以让今年变得更加兴旺发哦。最梗的方法刚才都教你们了吗？你们要知道哈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，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，没有什么是比我们的健康来得更重要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另外一家哦，继续传授我的秘籍了。你们要切记，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好你们的自身健康和卫生 ，OK？ OK， 谢谢财神爷。你看那边。哎，老公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在2022年哦，大家一定都健康快乐。